呼呼。10月13日讯，根据 NBA 官网的球员流动记录显示，火箭已经裁掉了亚历山德罗·詹迪兰，现在还不清楚火箭是什么时候签下的詹迪兰，因为他之前没有被列在火箭的训练营阵容名单里。不过根据 NBA 的规定， NBA 球队为了保留未签约的二轮秀的签约权，他们每年都要开出 Tender Deal。一般来说 Tender Deal 都是为期一年的非保障底薪合同，所以有可能詹迪兰接受了火箭的 Tender Deal。在2014年的选秀大会上，詹迪兰在第53顺位被森林狼摘走，随后他的 NBA 球队签约权被交易至火箭。上赛季在博洛尼亚，詹迪兰场均出战 29.2 分钟，得到 16.5 分 6.2 篮板 3.4 助攻。